今年咧係我做人妻嘅第一年過年，換言之就係講我冇得翻自己家鄉，要翻南方家鄉先啦。咁究竟成個過年會係點嘅樣，同埋同我想象中嘅一唔一樣咧？我哋就繼續睇落去啦。第一年回南家過年，但是呢多謝老闆的配合，所以呢我可以先跟家人吃了團圓飯，我再回錦崩跟南家吃團圓飯。来，新的一年我要讲一些福建话，祝大家新年锦鲤做大的，做大的身体健康，开开开开开心心，开开心心，不是我要讲高高兴兴，欢欢喜喜，哦，欢欢喜喜，啊，赚大钱。你讲一讲翻到你自己屋企嘅感觉系乜嘢？耶！正，好开心。好，咁我哋阵间就试下你阿妈嘅手势啦。基本上咧，今日成日咧都咁过咗噶啦，就系食饭啦、倾偈啦、行下街啦咁。咁唯一我觉得唔一样嘅咧，就系呢度嘅过年气氛冇咁 happy， 连比较少人放炮。咁而家咧就要去梳洗，之后就休息噶啦。等听日咧初一嘅时候，我就要派红包噶啦。咁听日见啦。话咁快咧，时间咧就嚟到初二啦。咁而家咧我哋就要翻我阿婆屋企啦。咁好在咧，我老细嘅金崩同我嘅阿婆屋企咧，距离大概系30分钟啫，非常之近，所以阵间见啦。我哋翻到啦，耶！每次翻到阿婆屋企咧，最开心咧就喺度煮水。哇，好多水啊！任你拣，唔使钱。咁而家咧，我就準備緊啲紅包，打算出去派噶啦 ，Let's go 派紅包啦！恭喜發財！係啊，恭喜發財！還有什麼？紅包拿來，還有紅包箱。恭喜发财，真的是要祝你新年很老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祝你。我呢终于派了红包了，我觉得呢无论是给利是或者是拿利是的人都是一种福气的，所以如果人家给我呢，我是不会托手争的，我一定收的。其实我结了婚都拿到三封红包，原来结了婚可以拿红包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。多谢那些长辈给的红包啦。现在我就要跟我家人一起出去吃饭了，如果你未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话，记得 subscribe 啦。 Video 的最尾祝贺大家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事事都顺意。我们下一个 video 见啦。